3、2、1。我哋請咗四位咧，真係重量級嘅嘉賓，咁佢哋對依個 STEAM 嘅教育啦、maker 教育啊，以至呢個分享呢個 make and share 呢個概念咧，都有好深嘅認識嘅。有聽過啊？我見到老師講曬先啦。我都非常之鼓勵咧，同事咧快啲咧去訂做呢個技術。Hello。即刻砌啊！哇，即刻砌喎！哇，依個竹棋喎，電腦。向日葵涼亭。可以幫到啲劏房住。又坑位又方便先。OK， 首先第一個功能照明，第二個就係空氣淨化燈，呢邊吸呢邊吹，就係活性炭，去吸走空氣中嘅異味。你晴晴而家小學我哋上堂教喎啦，而家。喂，嘉老師你好啊。Hello 啊。啲嘢 OK 啊嘛，嚇 OK 啊。水管積木 ，Cannonball， 即係阿邊個阿 Jess， 係啊 ，Jess 係，佢今日冇嚟哦。好。咁我哋就回收紙包裝盒啦。其實呢個紙包裝盒咧就有三盒。咁但係我哋咧就除咗紙之外咧，其實我哋依啲都做到嘅。係，我哋就只需要用咧北毫紙。我可以做啲咩係可以黐上去嘅？如果你擺埋浸水咧，再硬啲，你可以抹。哦 ，OK。材料。如果整得靚啲嘅話，可以整啲卡套咁樣。Okay. 但係如果冇咧複雜啲，就可以做到星星啦。OK， 明啱。或者做棋啦咁樣。呢個係 feel 到㗎，靚啲嗰啲學生，佢自己諗下自己都冇啊。每個人第三年咧都知道應該邊樣嘅運動啦。好啦，講下先。喂。鏡頭嗰度。你好認真喎。我玩3分鐘都死啦，好攰啦已經。3分鐘啊？係啊，3分鐘喎。有1分鐘。一個。OK。就可以咧，去做一啲咁嘅動作咁樣噶。可能行到去某個地方，好非常，我 click 到某個 icon 就舒服。我揀一百或者三。時間啊，放大啲時間。有啲心事咧，要記得講咧。有冇啲嘢你想諗起想學嘅，或者想知嘅咧？點啊？上車仔。佢要唔過嗰個位喎，係嘛？你上嚟睇下。哎呀！
哎呀，咁啊走咗出去咯。第六，系，哎，依次得。好多場景喎，似乎。之後再教佢點去觀望景，因為嗰陣我哋教個學生最。呢度有水，左右邊，呢度有教。坐低，入嚟玩。坐低，教佢玩。唔係上下左右個啊。難㗎，依、這個因為無人機。但係好似 FPV 咁控制啊！係啊！係咯係咯！哇！你奪命飛球！哇！血的子啊！收龍門啦！得喎！真係喺度收龍門。好啦，本身佢自己錯，係啊。咁即係我嘅靈魂，你會喺逐個音符入邊，而逐個音符入嗰個位，我哋後面都係好笑咁啊，咁樣做法咧，有陣時佢哋又諗下整鼓啊，有陣時諗古箏啊，諗住豎琴啊，整下整下，又可以整一隊樂隊出嚟。顏色屈咗出嚟就唔靚噶啦，但係要咁樣。你嚟壓耐啲，壓住佢。係啦，三十秒啦，等佢凍啦，唔好辣親手啊。你想幾尺咪幾尺？嗯。射電望遠鏡，500米直徑。射電望遠鏡。係睇到 YouTube 所以嚟嘅，哦。係啊嚇。全科啊。多謝多謝多謝。多謝